110年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已经开跑，玉里警分局警察志工副理分队长吴秀英等人，在分局长陈蔚文陪同之下，到副理分驻所等5个单位来慰问员警辛劳，现场气氛热闹又欢欣。农历新年即将到来，110年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也已经开跑。玉里分局警察志工副理分队长吴秀英等人，在分局长陈蔚文陪同之下，到副理分驻所等5个单位慰问辛劳警务人员，现场气氛欢乐温馨，让每一位员警都提前感受到浓厚的年节气氛。你好，你好，谢谢。分局长陈蔚文说，警察志工长久以来一直作为警察的后盾与无形的推手，推动预防犯罪宣导，运用警察志工深入社区邻里，办理社区防窃咨询等活动，增进民众与警察接触的机会，进而提升对警察维护治安的信赖与满意度，期勉同仁对于执行各项勤务不懈怠，持续为南区3个乡镇治安、交通、为民服务工作牺牲奉献，让辖区的治安平稳，交通顺畅，民众安居乐业。记者高双双护理乡采访报道。